你难受的时候，这个休息就往下降。但是如果你说没问题，那就继续了。腿啊，对我来讲，就我不便解，所以腿对我虽然有很多的旧的伤，但对我造不造成障碍。然后我以前放不下的，我暂时就打个包，把它搁一边。就是我时间上能做操，但是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质量。就是你因为你强调您那个神嘛，虽然我能做操一下不行，甚至我一下很行，做四五个也行，但是那个神。其力未充，对，那个凌晨时间很短。你想一下子，这从比比找到找到三十岁嘛，那不得三十年需要时间哦。那我是那个缩短时间加强那个质量，还是说我还是要那么长时间？质量是功到自然成，不是你想增加就能增加的。质量是功夫到了，每时每刻都在定中，已经没有形式。那我还是要质量要达到什么？到最后修行，你很快的一不生法相，你就达到在行住坐卧都在修定，就已经破了这个一定坐坐点上。这个时候你的修行要成佛呢，你的修行才时间够。在有生之年，你要想成道的话，就是24小时全在修行。你在100年之内，就是你的有生之年要成无上正等这一觉，报身成就啊，色身这个可能啊、才够。如果你还转不到，只是坐点上那几个小时的话，只能开开悟。可能就是借个性啊，借到本来面目啊，就是刹那一瞬间，就像昙花一现，就借一下下，然后知道，哎呀，原来我本来真的是佛，但是后来回来事儿上通不过，有时候甚至在理上还有盲区啊，所以就是这个就好像用不上啊。我前面是质量不是很高，我知道，我看着呢，你以为我没看着？从六根走是最比较快的，我还是这，就是因为你怎么也是不外乎眼耳鼻舌身意，你觉得你好不好，你病痛健康的，还是你是丑的恶的美的够的净的，还不一定眼耳鼻舌身意。你觉得你不自在也是他不自在，你觉得你受报，还不是他给在承担果报啊，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解脱他是个坏境，让你产生了很多错觉，觉得你在这个世界轮回受报。六宅嘛，佛说眼耳鼻舌身意六宅，把眼耳鼻舌身意搞定，所以从六根入。但是不管从哪一根，先是停妄想，还是修止，其实你修的止观跟这是一样的，止息妄心杂念是吧？关键真如实相嘛，这就说概念了。止，比如说从耳根入，你安住在问题上，这不是修止吗？刚开始也是修止，但是你已经，我说我没修耳根六根，我直接坐在这儿，如若不动了。比如把这个叫观心啊，我不起妄想杂念，那不六根全观了吗？直接六根全观嘛，是吧？是你观不了，你坐那儿，你说出一根进来嘛，是吧？耳根比较立根嘛，根气好，随便你。刚开始散乱的时候，法门无量，都用，你有多少法门随便用，因为你还不止散乱，你还被这个世界诱惑，知道吧？今天打坐你还想出去，哎呀，有个靓仔美女来了是吧，我要得去玩一下下，我要不要旅游一下下嘛，我要不要干啥干，坐在那儿各种乱想，我晚上吃啥我也得想半天是吧，你晃得很厉害嘛。这个时候先清洗，求脉龙啊，持咒啊，念佛，各种小法门全用，让自己对修行产生一个兴趣，用修行产生了一个感觉，就是修行这件事就像刷牙一样，不可就算你今天多烦你都刷牙。你看，没有人说我今天烦的我不刷牙了，是吧？吃饭的时候都觉得，哎，他要刷刷牙啊，就是习惯，修行变成习惯，还有修行变成一个喜欢的事，就像女孩子逛街淘宝，双十一抢购，就变成那样的兴趣，是吧？不管多累多忙，都能到12点把它抢购回来那个衣服啊。就是然后一直要等到12点，我按那个点按那个休息，要变成这样子啊，不管我今天多累多忙，我要上座一下下啊，就是抢购，要就是变成一个习气，变成一个习气，把休息啊，这个时候就开始修行了，你就开始不太我说哎呀好难啊好枯燥，休息就是你日常的一部分，你就变成个修行者，然后在阶梯上逐渐的争取啊，前面这个习惯的养是不断的熏陶出来的啊，因为修行是个漫长的过程，他不就要7天8天吃快餐面啊？你看那些古代那些记载吃快餐面的那些，
他都没说前边，这就像那三个半包子，他没说那三个，只告诉你他吃了半个包子开悟了。他前边修了三个，他吃了三个呢啊，他已经修了很多世了，或者是他曾经已经成道了，或者是这一世他也已经修了很久了，他只是你看着他开悟，其实他一直在修啊。所以没有人都是一下子就开悟的成道的啊，都是经历过很多东西啊，解脱的。所以每个人都是，你觉得你修得慢，他修得快，你不知道他修了好久了，记得他没，你不过就是只多玩了几辈子呗，是吧？也不也这也挺好，是吧？适合修什么法？嗯，你什么法门也适合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流行的一堆都适合，从那个先修那个子，然后不断的闻听佛的正知见，你就知道该学什么法啊。先闻听佛的知见怎么修这回事，就成道最终是靠什么成道？是不是法门就能成道呢？法门的目的是个工具，工具是停下你的妄想，知道吧？你在那分别妄想产生错觉，说人道，你执着这张纸是白的，你都是个错觉，你认为它一定是白的，肯定你在人道流浪，产生的错觉，先把这些停下来，那不得先啥也不想，是吧？你不要定义嘛，但本能定义了白的，是吧？那这种本能，我不是说你要破了法相才能够从本能里边解脱吗？半天咱们不是聊这个事吗？怎么破法相的问题啊？如若不动啊，出耳根也罢，出这都一样嘛。停下妄想分别的时候，最主要是你的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相是因为你妄想分别产生，你得知道这件事啊。你不知道，你没察觉到，你认为那个，我不是经常说，不管声音色相，他直接过来的嘛，他骂我直接过来的嘛，我没起反应啊。是吧？我本能反应嘛，是吧？佛说你没有本能，但是你不知道，因为你有个六根嘛。佛说这四大皆空，你不空啊。所以要破这个错觉，这叫坚固妄想。这个妄想要停啊。这个妄想咋停？是吧？你认为你停了个念头，这个妄想停了吗？这个妄想没停啊。头指甲在生长，头发在长，你都不知道。皱纹在长，怎么长出来？你不知道。你的身高在长，衰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新陈代谢，细胞气血在循环流动。佛说早生法长，经脉运转，你啥也不知道，你没察觉到你在妄想之中啊。所以需要很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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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知道你在妄想。不是说你坐在那儿变成光你就成道了啊，不是说你从坐垫上消失你就成道了，所有的那都不过就是消失了，那不过就是变成光了啊。今天还有一个师兄发微信，是不是打坐看见蓝天白云就是成佛了？因为说进入中脉了。我说你那就叫看见蓝天白云了，只不过是闭着也看见了。任何一个境界都不是成道，无上正等正觉真的没有境界，但不是什么也看不见啊。说哎，我没有境界，老师我是不是成道了啊？你差得更远啊，是吧？人家还有点算境界是吧？你都不清净是吧？你要清净。佛是什么？你要一定要说个境界，那 这都是佛境界，万法都是佛境界，哪有不是佛境界的？都一花一如来的，是吧？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了，哪儿不是境界？那你一定要成为，你一定要头上放光，你一定要闭着眼看这个天，是吧？那就练呗，是吧？不是，我们不是练那个，我是说你要放下分别妄想，但这个分别妄想，你是不知道的，知道吧？这就像一个声音过来，你是不知道是你在指望在空性里边妄想，知道吧？那宇宙万法都是空性里的视线，怎么视线出来？你的错觉视线出来，你的乱想视线出来的。但你说我怎么现在视线不出来？我现在也乱想了，我怎么乱想不出来一点镜子啊影子啊是吗？我要能乱想，你不在空性里，你没回去，你在路上吗？你安住在空性里你试试，是吧？你回到果位上你试试。你现在在海浪里边，你不在大海里，知道吧？所以你没力量。你又生灭，刹那刹那生灭的那个念头，你哪有力量？虽然它也来自于这空性。Thank you.